总价2.5个小目标。天空之城独树一帜，在308米的高度上拥有一套天际别墅，是一种什么体验呢？7.2米的挑高客厅，720度无敌海景。这套房是开发商保留的最后8套天数之一，这套单位也是整个小区标历最高的一套，总价2.5个小目标。归家就是海阔天空，这个客厅几乎收藏了整座城市的美，向南一览深圳湾壮丽海景，向北远眺唐朗山起伏山峦，向下坐拥 CBD 金融中心、香蜜公园、园博园、儿童公园、红树林湿地公园，四园环绕，自然与繁华皆得。餐客厅面积超200平，全屋进口大理石，5星级酒店中西厨厨房，德国加格纳进口设备，满足高端的私厨家宴。所有的卧室皆套房， HBA 凯达名家设计。在房子内部带有一个40多个平方的无边际恒温泳池，打开这个窗可以直接仰望星空，在城市之中离星空最近的地方泡个澡，按摩浴缸中按个摩，桑拿房中蒸个桑拿，有钱人的生活就是这么的朴实无华。这套房也是这8套保留单位里面唯一带有天台花园的，整个花园有40多个平方，你可以在这里烤烤烧烤，晒个日光浴，也可以在这里欣赏一下这无敌的深圳湾海景。咱们现在在房子2楼的位置，咱们这个房子的话有带有一个独立的私家电梯，整个2楼做了3个套房，2个客房，1个主人房。来，东海国际公寓308米，亚洲最高高端服务式公寓，世界级地标物业，香蜜湖新金融中心封面资产。无人天生非凡，非凡的人凭借开阔的眼界，胸襟做出超凡的决断。香蜜湖的缔造者东海集团，也是以这样的气魄和超凡的想象力，将3层别墅飞升，睥睨于天际，成就至今无法被超越的塔尖之作，让它的主人于尘烟之巅、云端之上，将城市的来龙去脉、风光繁华尽览于心胸，居高临下，世间垂眼可得。惊天之术，造非凡之境，只为非凡之人。